不要担心，我会扶着你，但是你不会坐，不要担心。好来，还没来，感谢你，那我们一样躺在上面哦。好，那拍照的部分可以在左手边拍会比较好。谢谢。左手比较低，告诉他。来，对，就是这样子，右手帮我放这里。好，往前卷，往前，大力一点，对，大力，对。好，挺，非常厉害哦，你已经学会钓鱼了，那我们等一下探讨哦，好不好 ？OK。好，那等一下第一次鱼呢，就是我们的鳟鱼哦，就是我们的鳟鱼。我想要让姐姐钓鲨鱼。好，好，姐姐的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等一下第一次。噔噔噔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，好卷。好，抬起，哇，赶快把杆子抬起来。对，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，撑住哦，加油加油。哇，非常的厉害哦，芬芳姐姐加油，加油加油。加油加油！对，加油加油！哇，非常厉害，赶快卷，赶快卷！哇，钓到了 ，give up， 耶！好厉害哦，你看那个鱼有没有很可爱 ？OK， 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准备。好，那么等一下第二只呢，是我们的大嘴黑鱼，我是美国钓鱼比赛会使用到的鱼种。刚才我们看照片。好，准备哦。在飞机上。刚才我们看照片，对不对？来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刚才我看照片，对不对？影片，影片，那是影片。好，撑住！哇，这个超大鱼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 ！OK， 好，那我们等一下是我们姐姐来帮忙，哎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，加油，姐姐，大家拉起来，用力拉起来，杆子放下来，卷卷卷卷卷，放下来。哇，第一次钓